三十倍，然后酱油，哦，下人上帝庙到净活洞了，哦，下人上帝庙到净活洞了，很热闹啊，哦，第一天下午1:30出啊，哦，到现在已经2个钟头左右了，从那个邮局西边那个南北向那里开始，然后到。往那个下仁沟东方向，到下仁沟东西边那个加油站那边，就折往西边，左转往西边经东兴国小，东兴国小，往西边过去了，然后绕一绕，可能要绕到南边去，绕到南边去，然后又还有入庙，也比如。哦，现在画面看到了，右边那个叫踏龙骨车了，水车了，踏水车了。哦，以前没有换过水管，用那个龙骨踏车，打追车了。你看那个仓库了，那个以前那个放稻谷的仓库了，滚啊滚啊。